我真觉得没必要都来，对他不要都来，没有意义啊，就过来接一下人。哎哎，这哎呀，这样的话节奏就有点，上山的速度也会很慢，主要这个时间点，哇、主要这个时间点，我跟你说这分才刚到一秒钟吧，你刚刚可以看到第二个人才刚下车。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说就是节奏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你感受时间的流逝和正常的节奏是不一样的，然后你在行动上面已经贴近点，走开，漂亮。这个斜坡一拿，这个木房啊，这个毒房就已经贴到近点，哇，漂亮！脚要这波很。喂呀，你以为他要看起来要穿了，是的，因为刚才这个机这位置是有机会的啊，接下来这个毒皇果然就掉了，就到这个位置只要拿到那个子选择。我这个地方你想想看，刚才如果悟空能这样打的话，那你也要想想后续的队伍会不会这样来打你，因为你北边接下来还会来人、啊、现在要赶紧去舔完包之后该干嘛干嘛，赶紧回刚才那厕所，你现在得把那个点给踩。天霸已经，天霸还蛮谨慎的，因为他刚才离得很远呢。你说天霸会不会从这个位置再来一次呢？我觉得不会，他刚才太远了，他都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估计别搭了。刚才还引以为傲的小树林这会儿不知道进来多少人。是啊，小树林现在进来就不好说了，但是北边先打起来了，从亚龙院穿过去，有人吸引了 DT 的视野啊。 4M 想从南边进攻，但是途中就被看到了，因为这会儿刚好处于一个对抗冷静期，因为长龙在换位置，所以那个时候 DT 在找人。是的啊， 4M 4M 还能扶吗？ DDT DDT 在补，后空跟天霸在甲之库相遇了，林树怼一个，随即要开车冲过来，一大残血过来，哎，侧身侧身，对方进来再打一个，漂亮，对方想扶人、这对悟空刚才刚是谁的视角啊，看了一眼都懵掉了。悟空这样的，他有个队友在扶人，另外一个人想封甲车库门口的烟、刚刚掏出来就来了一个大个儿，两个人突然对视了那么零点几秒。是的，他沉默了，他犹豫了，他懵了。嗯，他们是接了别人的盘。是的，你不可能四个人开六个车七个车，七个车每个人有四只脚啊，这个进攻目标很牛很牛，还有得手，我成功的贴过来了，哇塞，进攻伟大长征完成了第一步，漂亮、一个楼顶雷，太行云流水，我觉得这个决策主要是太果断了。我的乖乖，这个天霸的功楼简直跟这个，这脑回路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、天霸、这个赛季的功楼跟前两个赛季完全是云泥之别。是，之前是走康庄大道，二光直接给抢下来。是的，哇，打的也太顶了。天霸现在很不讲道理啊！啊，被放倒了。哎，这个圈还是往下面刷了。嗯，那其实也说明这 CDG 选择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了。天霸这波是真绕不动了，有一说一、对不对？对。先把血魔的分数一拿，然后 DDT 的话只能被迫撤退，但撤退这条路线也不是很安全。那被打了一个 small CC。那是 DT， 不是 DDT。DT 啊，对对对。DT 是刚才有一说一 ，small CC 跟577长得确实没什么区别。是的，是有点像啊，是有点像。这个赛场上就有很多兄弟啊。又摸了一对 LYB。就像新人类互相吸引一样 ，LYB 总是能感受到 LYB， 啊，林树这波干拉有点装了，但他收回去了，队友没收回去，可以可以成功，哇塞，牛啊，天霸，牛啊，牛啊牛啊，这随便打了感觉，这手感太好了，是的，这个确实是，我觉得反而自己打得特别放得开，之后就进入到自己的节奏，天霸就应该不。天霸打圈边换分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们很擅长的东西了。是的，朴老师正说好的互相老六呢，你怎么打得这么硬？这天霸也没什么位置可以去了，说实话。剩下残边交给 I 七，然后自己赶紧找一个圈里面的点啊，就是这路上先被连狙夸夸抽两枪，然后人头还被 CDG 给 K 了。防空洞门口混一混吧，天霸这一局已经尽力了，真的尽力了。防空洞门口混一混，等会不行钻个洞，对吧？
钻个洞，洞里面混两个。嗯，熟悉的老朋友的旁边啊，血赚的啊。前方来到 IFTY 的旁边，人车合一，但好像没有取得什么效果。另外一边 IG 本来想是继续往前推，但没想到进入了一场大混战当中。这个坑真是万人坑，人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。你就看这车只多不少，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多么的，就你看它吧，也不是特别好，目前来看，但是你就是少不了这个。你没地方待，你只能来这儿，对不对？对，至少我有个打架的机会。好，守住了，只剩下一个人。哎呀，马上就被妹妹看见了。是的。对，不过 I7 这个是绕过来之后他后来的，是的，所以他算是有一些主动权的，即使的概率是比他多的。啊，不对，这个场上已经90%的推的比他多。是的，也就零数比他少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然后另外一边也是连狙不离，罗斯哥会不会踩雷啊？哎，第一波没得手，那这样的话没机会了，对，没机会了。所以说还是老局心思细了，他在高点，你看他这个视野就跟刚才龙斯哥看到那个方向头啊，好像换了个坑，他换了个坑，不然那个地方真的太明显了。但是林树这个位置等会肯定是要被排，他还去摸人，哎呀，他毕竟是林树，哎，等一个正义的老六把他干了。哎呀， MCG 这个地方有点尴尬，有点漏风，车没有停得很好，说实话这个车阵架的有点一般般了。兵法学的不错，是的。虽然 MCG 现在在圈里面，但它比较边缘，你确实下个圈有很大概率可能会刷走啊。这个时候把车胎打掉，受这个 FTY 的一些枪线的限制，只能受他的气。嗯。啊，妹妹被无威放倒了。无威是毫不手软，不管 ID 是啥啊。I7。哦，这里是龙斯哥想要去往边缘去看一下情况，因为山顶不停在响枪，他来创造机会了，龙斯哥来创造机会了。前辈刚才一直在打那个薄凉的方向，所以龙斯哥必须要帮队友缓解一下压力，就创造机会，创造分数。哦，林树也来创造机会了，这林树仿佛像第五人一样，从这一侧对着前辈出手，把前辈给打懵了，他懵了。是的，两个队在打我。哦，林树他胆子也太大了，他趴在树前面，然后直接趴着，我觉得这不是人家一往前压你就没了吗？他觉得自己是一棵林树。嗯，这个 I7 的话，刚才 G4 也是腿，他腿了这么远，你想从 Henry 的地方，然后腿到了 MCG 的脸上，也蛮勇的。哦，这开枪了，肯定知道了。老六是会互相吸引的，对方有个 summer， 他肯定能感应到你。Henry 一直在，哎，你爬过头了 summer， 假枪，他以为在车的。啊，这人站起来了，那太明显了，你毕竟这边，对吧？这个 MCG 人多 ，summer 在欲擒故纵。我知道近点有一个，但是我先把远点那个炸了，然后再打近点这个就稳了。嗯，好，右下角 TMA 想从右下角进圈，RBS 拉了一个人过来，想到脸上来防守，那这回不去了呀。TMA 走的是这个马蹄山边缘的这个山地的地形。嗯，这个位置下出去的时候掉了人，所以说他现在，确实只能就是这个为什么我说炮楼没有那个战壕好，但问题是他却在圈中心，对吧？那现在看来肯定是比战壕好的。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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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少限制了。哎，我也拿的是莫辛纳杆，但是我是八倍镜啊，用了德国佬的瞄准镜，而且还是鱼人。是的，这个家伙就是在镜上还加了个签名。是的，是的，也可以出一个鱼人专属版的签名八倍镜啊。哎、哦，你以为只有一个，他有两个。这波过路稍微大胆一点，露露其实可以从围墙外面走，不要从围墙里面走。他一个人突破进去确实挺危险。对，他走围墙外面的话，啥事也没有。嗯。他只要守这个进圈的人就好。啊，鱼人这一枪居然会空，不敢相信。我觉得是不是打中了，但是没有倒啊。可能没打中头。我刚刚主要是挡住了血线，看不清。鬼鬼牙皮踩了一颗雷。鱼人非常相信自己的队友，哇，狙倒了，狙倒了，狙倒了。他毕竟对他来说没掩体嘛，就 MCG 那个角度。这鱼人出手不爆的、啊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有来冲锋狙，棒！这个视角可以了吧 ？This is 鱼人，
打的还是 Cobra。 是的，哎呀，一打，哎，老兄弟啊，我又突然想到鱼人有个打前队友的这个 buff。 看到了，已经看到了，再打一枪腿，这是最早最早可以追溯到 KSG 时期，漂亮。那这边 RBS 是直接将 TMA 给拿下。嗯，老头刀也是步枪打龙斯科，这个应该是会儿瓦西里鱼就会杀出来了，谁过点都得死。哦，直接想过来贴近点，漂亮，终于还是拿下了这个关键性的炮楼。炮楼这么看下来确实挺漏风的，那没办法。场上爆了一下二打二打二，但是有一边 FTY 是三个人，哇，解说两队，现在就是两队三打二。瓦西里鱼，其实就是雨露均沾，一人打了一枪。哇 ，iBaby 出手，近点很危险，老徐只剩下一丝血。老徐这个血量根本没什么战斗力，别的步枪就平平无奇。这一刻雷就解说他真的血量太低了，掏出了最后的双狙，打中一枪，瓦西里鱼，是的。他自己血量是被打残了，哇，破点成功，一打一，最终还是跟鱼人打，但是大概率是打步枪，一对一，不是不是，还是打鱼。